我们到了，佩拉狗斯见到你会很开心。 就我，你已经超出范围了，你不可能晋升。 刚刚真是太惊险了，谢谢你，我现在感觉好多了。
我离得太远了。你太鲁莽了，佩拉苟斯，要不是他帮忙，你可能就堕落了。我以为可以靠自己的力量成功，但我错了。这波干旱非常棘手，我们一定要找出解决办法。你需要练习对手吗？我不只是为了生灵堡，更是为了整个艾尼。你先走吧，我跟佩拉苟斯会步行前往。啊，我们一定要用走的吗？试炼结束后我好累啊。就当作是训练的一部分吧，朋友。勇敢地前进吧，我们都必须循道而行。天晴气爽，斗志旺盛，必胜不看来传言是真的，过来，让我看看你。等你准备好了，就靠近火焰，听从看守者的指示。这应该会很有意思。
超出范围了，我需要目标。 现在没有目标，我需要再靠近一点，我需要目标。 我现在没有目标，真是惊人，竟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看过这么多事物。我不是说了吗？他很有潜力。 说吧，我会听。愿你的熔炉熊熊燃烧。你觉得他真的能帮助我们吗？这要看他自己喽。 写下清单了吗，希卡？有的，当然。很好，我帮你找到帮手了。需要我帮忙吗？ 你是在哪个神殿受训？莫忘职责。
你心里在想什么？你心里在想什么？遵循御灵者的才是。我已经超出范围了。我离得太远了，我需要再靠近一点。我已经超出范围了，我现在没有目标。远了，我已经超出范围了。我离得太远了。我需
重要目标。我现在没有目标。我们都必须遵道而行。我能帮忙，还有事要做，时间宝贵。需要我帮你一把吗？有需要的话，我的铁锤为你效劳。生理熔炉，生理熔炉。逝者的存在就是为了提供协助。当他们没办法完成职务时，会变得相当沮丧。我们很会帮忙。说吧，我会听。如果你能稍微整理一下，我很快就能点亮熔炉。
成功了。需要我帮忙吗？西卡会教你怎么操作熔炉。欢迎啊，朋友。需要什么吗？来吧，我需要你助我一臂之力。现在拿好这件护甲，我没办法在这样的情况下工作。完成了，需要我帮你一把吗？在工作中，克雷亚相信你或许是正确的，莫忘职责。再见，有空再来。看来你赢得熔炉士的尊敬喽，很好，该测试一下你的新护甲喽。我一定会晋升，不管是什么挑战，我们都会勇敢面对。倍感荣幸，相信眼前的道路。我不能攻击他，御林者指引你。我不能攻击那个目标。我现在没有目标。训练程序执行完毕，终止战斗阶段。你需要协助吗？我不能攻击你。躺，有什么我能帮忙的？我不能攻击那个目标。冤猴行者欢迎你，等候你的指示。有工作要做吗？我能为你接受挑战，我会执行一级训练程序。我需要再靠近一点。
验程序执行完毕，终止战斗阶段。没事就快走吧。我们都必须循道而行。接受挑战，我会执行自己的训练程序。我需要目标。要开始对话了，接受挑战，我会执行三级训练程序。我离得太远了，训练程序执行完毕。程序执行完毕，终止战斗阶段。倍感荣幸。我不能攻击那个目标。咕噜，我的朋友们有很多生意做。再会啦，咕噜魔的朋友。我们能从彼此学到什么？倍感荣幸。我不能攻击他。我需要再靠近一点。接受挑战，我会执行二级训练程序。已经超出范围了。训练程序执行完毕，终止战斗阶段。我们的目标很明确，忠诚会指引你。
倍感荣幸，愿我们相互扶持，提携而上。我在此欢迎你。我需要目标。御灵者指引你。训练程序执行完毕。正在进行谦训程序。谦训程序会执行终极训练程序。我现在没有目标。有什么事想说吗？很高兴见到你。变革之风随着你一起到来，宝男人别想手下留情。正在启动谦逊程序。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啊，下场总是惨不忍睹。这是学习谦逊的必要课题。我能为你效劳吗？深呼吸。说吧，我会听。我会直接到那里跟你会合，准备好迎接挑战。我有很多很多商品。祝我们的朋友好运。正在启动谦逊程序。我有很多幸运星，想要吗？愿您路途平顺。灵宝的未来在我们手中。我在隔壁准备了一些东西，对你应该有帮助。变革之风随着你一起到来，在下面的房间里，你必须面对并克服你最深层的回忆。很少有志士这么快就能进行试炼，如果成功了，就等于是向晋升者证明了自己。
你必须潜到更深处，再试一次。你必须从内心挖掘出更多东西，放下你的防备。我现在没有目标。就是现在，你必须克服这个难关。我能为你效劳吗？我们会解决这一波干旱，一定会。说出你的目的。你抵达生灵堡时带来惊人的消息，我已经告知御灵者了。他感谢你尽责禀报，为了表达谢意，他想给你一份礼物，你愿意收下吗？怎么了，凡人？志士，莫忘你们的职责，愿御灵者看顾着你们。我不能攻击那个目标。让我为你指出方向。齐瑞安服侍渊侯，御灵者居然毫不过问。或许他不相信。毕竟我们只有一位志士的片面之词，原本以为这样应该足够。
我们会尽力提供协助。我不只是为了生灵堡，更是为了整个爱你之境。有什么心事吗？小心别被自己的猜疑吞没，这里情况不对劲。总不可能比我上次来的时候还糟糕。我来承受你的重担。克雷亚，去帮助楷模。佩拉苟斯，你跟这位新执事去帮助仕途，莫忘职责。是，晋升者。我有很多很多商品。神圣楷模就在神殿的另一边，好多人在等待仪式。怎么堕落的人能这些志士最需要的，说不定就是鼓励的话语。向我敞开你的灵魂，攻击他。我感到困惑。
每个灵魂都有其地位。慎选你的道路。这些商品里面有你喜欢的吗？记住，万物皆有价。欢迎你来到这里。我离得太远了。
我已经超出范围了。真是顺利，至少比我上次进化好多了。需要我协助你冥想吗？你掌握了什么知识？我不能攻击那个目标。我们一起走上这条道路。你的行为会引领你。朋友，你好。我相信你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就这样吧。向我敞开你的灵魂。告诉我你的烦恼。我不能攻击那个目标，我不能攻击他。
攻击那个目标，我不能攻击他。拜托，救救我！向我敞开你的灵魂，最近很多人都堕落了，忠诚神殿努力想让他们回归正途。你的行为会引领你向我敞开你的灵魂。你的行为会引领你最近有读过什么有趣的书吗？前方有很长的路要走。你怎么了？我会支持你。向我敞开你的灵魂。你的行为会引领你心下。不对，这样不对，已经没有希望了吗？已经没有希望了吗？我感到困惑。跟我分享你的智慧吧，拜托，救救我！
不能放手，孤单，无助。我不能攻击那个目标。有什么麻烦吗？佩拉苟斯，看来新来的志士让你振作了不少。请找出尼克隆，确保他的安全，他不会无缘无故迟到。选择权在你手上，你知道怎么找到我们。哦，我刚刚在想事情。来吧，我有话要跟伊瑞迪亚说。你刚刚看到的，不是只有我不安分。看看这座神殿的惨状，这些志士饱受折磨。我不忍心看到这些苦难，我那……我现在没有目标，连我都越来越怀疑了。我要去忠诚神殿报道。不对，这里还需要我，我一定要撑下去。伊瑞迪亚，他可以帮我，他不会让我倒下的。这是什么感觉？不，他会救我的，他会救我的。仕途，怎么了？我会倾听。如果你敞开心胸，佩拉苟斯，照顾这些侍者。志士，你跟我来，
让我们结束这位仕途的痛苦。谢谢你，谢谢你。等你准备好，我们就开始。我来承受你的重担。仕途，你知道仪式的流程，放轻松，让道中净化心灵。我会的。我怎么这么痛？保持冷静，你要相信这个过程。这个过程把我们的志士变成灰，要我怎么相信他？我现在没有目标。仕途，这是你唯一的道路，往前行进，突破这道痛苦。你怎么可以忍受这一切？看着他们受苦，却无动于衷。让我们全都盲目了，这是我们自己走上的道路。我们全都会倒下，全部都会，这就是这条道路的终点。救不了他们，我连自己都救不了。尼可龙，如果这真的是唯一的办法，那我一定会找到别条路。我现在无法帮你，或许忠诚神殿会有办法。一切都太迟了，他们要来了，而我会站在他们那边。有什么麻烦吗？没事，我……伊瑞迪亚，结界，他们不……逝者，神殿是我们的了。好熟悉的声音啊！不，怎么可能？我会倾听。莫忘职责。